咖啡杯。你看他是不是很傻？就是很傻呀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! 啊啊！无言，你怎么死的呀？死了。无言是踩地雷，把后面无名一起炸死了，俩一起上天的。我没看到后面。你咋干死的吗？你知道我怎么死的吗？我躲着，连续躲着两个机枪，一路狂奔，然后躲到一个房子里，在房子里还有三个机枪等着我。三个啊，三个。小一点你就死了，我要把这手指戳进你的鼻孔里。我如果能跑跳到这个上面的话。好，传的妙啊！好不好救？救救救救救救救！好了，准备去公司了。去公司吧。哦，对，一天拿钱数，我还得再拿一笔。哦，罚款。他为什么还在罚我们款啊？现在拿回尸体也没用了，好像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有个金砖，应该不是的，不是扣钱了的，你只剩326了。扣62，死人还是扣的，死人还是扣的。现在钱也比较多，2239块钱，我的个乖乖，买个20颗震撼弹吧。震撼弹好像可以把活道夹子什么的也震晕。泰坦呢，也不是不能去，它是风暴。风暴你怕啥？泰坦风暴就是你出来就会被电死。你不拿电东西就得了。拿铁制的避免电。你怎么可能不拿铁质的？你看看那些垃圾有多少是铁质的？用电的时候把它丢啊！好，很有想法是吧？来，我们去看看。拿些武器没有用，一个个都很有自信嘛。我就想说，后面这个金额达到3000以上，那你每天1000都不够了。要活得久，死得快都不知道。哎，我拿铲子会不会直接被劈死啊？我在想这个问题。会啊，你别拿铲子死就会，你别拿铲子。哎，等会儿下面全是水啊！我靠，怎么已经开劈了？说了，他是一直劈的。走，你走。母鸡，你要学会活得久，死得快，知不知道？专家说。呜呼呼呼呼！这谁已经死了？劈死一个。已经。公司未结，生意先死。门还没进去，我的妈！门都还没进呢。哎，你怎么哦？进来又捡了一个是吧？鱼？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？死路，死路，死路！你们不听劝，非得来。前面是死路，前面是死路。哦，有个钥匙。钥匙也是金属的，如果有人拿钥匙进来也会被劈。雨神又开始拿着面具浪了。哎，这个下不了，拿不了，拿不了，别拿了。哦，这个齿轮拿不了，金属。你就只能拿那种什么汽笛啊、球啊，我都怀疑灯算不算金属的。又一个大轮轴，又拿不了。都两个轮轴了。怎么球能不行啊？哦，到这儿了。行，这里肯定有东西，我已经看到了，远远的一个红色的。哎，吹风机，这玩意儿应该不能算金属的吧？你上去试试哦，你可以去试试呗。感觉应该有一部分金属哦，这还有一个小丑喇叭，这肯定也不是金属的。哦，这还有个牙膏，这肯定也不是金属的。香水呢？那个，哎，被拿走了。那我可以出去了，我已经满载了。我已经满载了，我还有个手电的东西。那我拿的这个算金属吗？你这个玻璃瓶应该不算，玻璃瓶外面这个红色的，我感觉是金属的。确定不是塑料吗？是金属吗？我决定去古墓。赌，那玩意儿不是应该赌他喵的！
按理来说我这个闪光弹它也是金属的呀，我也没被劈呀，对不对？闪光弹外面是玻璃二的，这个拉环应该是金属的吧。我看到小女孩啊，祝你好运啊小伙子。没事，小姐还追着不是我。哦，他戴面具那个撞小女孩，可以跳过去吧，说不定那边会有红门，走正门的话我觉得危险很大。让我看到红门就刷在我脸上好不好。我操，又是大轮轴。我也看到小女孩了，我操。哦，那是不是说明比神已经死了啊？颇有可能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我们是怎么来的呢？出路在哪儿呢？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完全不记得了，就这块路，这块路特别绕。完了，医院你别离我远一点，你待会你死了盯我了。OK， 哎，你别啊！你跑得掉又回来了，你跑得掉的呀，你跑得掉的。哦，你原地转圈，然后把你传回去就好了。家里有人吗？不知道啊。你试试，你试试。还会传吗？会的，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不管他传不传。反正至少原地转圈的话他会离我远一点。啊、嗯哦、我又来了啊，你手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完了，他要开始杀人了。我操。你盯着他吧，反正你已经没有出去的机会了。我得把他的灯拿上。这死定了，这死定了，已经不可能跑掉的，因为你不认识路啊。哎，有门，有门可以关。你小子还想来搞我？啊！我出来了，但是我身上好像有什么金属的，我身上有什么是金属的呢？难道这个是金属的？没了吧？我再测试一下。就是，这个是金属的。不对，喇叭也是金属的。那这个难道不是金属的？那喇叭不是金属的，居然。我再来一次。对对对，就是的，这是金属的。它会慢慢的酝酿，然后一发下来，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拿的，就你一点一点拿回去是可以的。但我就不作死了啊，我来挑一个，哦呦，我来挑一个最贵的。我来挑一个最贵的，你还要往那儿跑？我挑一个最贵的，你还要往那儿跑？你想怎么敢这样？我操！你不知道那一具尸体怎么来的吧？走开！我刚刚是被地上的那个东西给导电导死的，还是我手上这个东西导电导死的呀？地上你地上，那个大轮轴爆电了。我离他那么远也能给我电死啊？所以嘛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带电的地方不能去。哎，难道是我变了身之后，所以小女孩换目标去找 EV 了？啊，对呀。应该是的，应该是的。啊，对。完了，风暴了。好好好，反向，反向进去，反向进去。我要确认一下。他确实不引雷吧，确实不引雷啊，走了。啊，雷雨体。你身上有引雷的、啊、你拿到什么东西？我的钟。啊，钟的话其实可以一点点挪回去。就跟那个机器人一样。哎妈的，太难打了。反正我这四个是绝对安全。哎，你说这个灯柱它是不是类似于这个避雷针一样的东西？有点像啊。有盒子机，有盒子机在你
那给他们发整体的消息。一百，两个人了，百二百三，八二百七，二百八，二百八，三百二。哦，都回来了。妈的，骗了一堆我。那个铃铛拿了吗？铃铛，铃铛是不是还在那个门口啊？雷铛是炸的。三百八，哎呦，东西不少啊，已经五百块了。我去拿那个铃铛去。哦，对，我身上还有个。不是六盒子金。不是，那个铃铛他是拿出来了，但是没有拿过来。这 CD 什么玩意儿？我再进这个房子看一眼，我总感觉这个房子应该会刷点什么，不然他为什么要在里面设计灯呢？是吧？有巨人，有巨人，有巨人！拿铲子，拿铲，拿铲！这个云之极要死了，云之极要死了！死了！哦，云之极应该是被那个囤积虫给抱着走了。不是，假人进来了，假人进来了！啊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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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可以，那可以走了吧？没人了吧？我刚刚进那个房子，外面就有个巨人走过去了，我的天！我看到了。我们今天拿了685。我从那个巨人正对面回来。因为一共里面有1200多万点东西，我们拿了六百多。我们拿了707。死了三个，罚了200块。你在逗我？我靠，那应该早点花的。还是花了吧，花了吧，那没什么要买的了，问题已经是。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完全没用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可以拍。可以拍。哦，这个意思。哇，拿了1000块的东西今天。我们整了2343的东西啊，好家伙，下一顿应该2800这种。公司是个类基金会组织，发现受高维观测，于是摧毁观测通道。利用时空装置重启世界啊，小伙子脑洞很大啊。他公司其实这个东西后面就是个怪物啊，而公司是在十分遥远的一个地方远程操控我们投喂这个怪物啊。这个是游戏里面不是有那种字条吗？把那字条他们收集起来的话，大概拼凑出来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去雷暴吧，是谁啊？雷暴这么刺激，整个一天都没干到葡萄夹子，我很难受。我被虎头夹子干，我操！没死啊？哎，我什么都没带。我你阿木西，阿木西已经死了。我打赌阿木西。哈哈哈！我操！阿木西已经死了。哎哎，好，让开。哎，干他！我操，没闪到他。哎，死了死了死了！他死了。拿枪，拿枪！开枪，开枪！好，他死定了。你们死了！他明明是攻击模式啊，我给了他一枪，他没死。没事，阿飞还在，还有机会。劈他呀，阿飞，你劈他呀！蹲下，劈他！完了，你把武器叫来。死了，再来个两三下就死了。两个还怕一个吗？哎呦，打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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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问题是他下不去呀、啊，下得去吗？他下去就是水，怎么有水呀、啊？哎，这怎么办呀、啊？这我回不去呀、啊！难道他面前有水吗？有啊，你怎么？我这完全看不见水。有的人看得到水，家里都被淹半身了。完了，我上不去了。好了，淹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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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歹开两枪吧，开两枪。哎，淹死了，淹死了，淹死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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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狗在水里，开枪！枪！
没打，哎，没打死。哎呀！来了，我必须要带啊，不带打不了葡萄夹子。单带一个铲子还是没什么问题。问题就在于你待会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再拿一个金属物品的话，就是两个金属物品，就比较危险。他居然会二连击，而且他第二下超快，绕他两枪，然后上去拍一下，绕两枪上去拍一下，可以单杀的。哦，两个人，两个人也行。两下，大概要拍应该是六下。好好好，比神有机会。死了。枪脑袋吗？难道枪不导电？刚刚什么东西过去了？狗吗？哦，是个人，是个人。我操，枪居然不导电，这太离谱了！你这个把手是木头的，你枪管子总是金属的吧？应该是这个回头夹子是后出的，所以说没有给这个枪加上那个导电属性。抱着枪回来了，哇，这个枪值84块钱，但子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块钱。哎，他就没有二连劈，发现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二连劈，他没看见，他可能要死。他没看见，哎，他看见了，靠，为什么他的第二下这么慢呀？你们刚看到我的第二下没有？从我意识到他有第二下到我被劈死了，也就那么一秒钟吧，差不多。这把不会只死一个最帅的吧？我不太能接受啊！两个血月，一个雾天。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把枪给我，去把狗杀了，试试看，反正我们保存了嘛。拿好震撼弹，狗在正下方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打得到啊，但是露的身体太少了。是我露不了。巨人。男的啊？没打中他。看看能不能打死，试试看。能打吗？有枪吗？有枪吗？我已经给了巨人两枪了，我再给他两枪试试看。好了，四枪巨人屁事没有，我震他一下，你去敲他，敲，铁枪有没有？敲他，狙散他。哇，哎，塞了的椰子在地里的椰下，我靠，救命！这个巨人在浑身冒烟哎。那这个巨人应该是无敌的，吃了那么多拍，加上四发子弹，愣是没死。看好我，看好我，哎，看好我，我就是个巨人单挑，我喊就把我团灭。照一下他的眼睛， okay, okay, okay. 杀我呀！杀我呀！你这孙子杀我呀！传我，没体力的传我。传我。好，我又进来了，戏耍巨人。随便吃啊。谁？准备传我，我再去跟他拼一把。哎呀！传我！啊！我死了。哎，就差一秒了。可惜，没从胃里传出来。看好我！没从胃里传过来，可还行。我缺五十几秒，我疯顶。就差一秒，咱们再玩十几。拍的好啊，把我打死了。啊！还有人上天，我操！上天都被吃了。传我！哎呦！回来了，太可怕了！我操！我操！人家像那一击，人口水回来了。哎，我再给他爆！哎，在你后面，你得爆谁啊？人家！把我给你们爆了！操！今天是巨人自助餐。哈哈哈！通
通过刚刚这场自助餐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没有刷狗，一条都没刷。我们可以直接上，回来躲好巨人就行。有狗，枪在哪儿？枪，枪在哪儿？枪在哪儿？闪光弹有屁用啊！枪，枪呢？拍的，拍的，拍的！管他的，拍的！拍的！操，不行！给他爆了，给他爆了！哎，死了，死了！打死！害死他们三，我们两个人，两条狗，我们两条命换了条狗。这个狗据说是二十铲左右啊，哎，感觉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打二十铲吧？我们好多人，四个人一起拍呀、啊。那也没有二十铲，我觉得可能就十五铲左右吧。就这么放吗？哦，胡桃夹子。哎，在楼下。听不见。我看不见。他上去了，胡桃夹子上去了。胡桃夹子。上楼了，他上楼了。他在上面也能对下面开枪，小心。还差一枪，等他再开一枪，等他再开一枪。好，打了。好，等他再开一枪就可以打了。打。还有吗？还能打？缓一缓，缓一缓，不急，缓一缓。好，一枪。打打。好有狗，我知道，我们去把它宰了。你有闪光弹吗？没有。 Fuck， 那你有铲吗？你有铲子？谁？蹲着走，蹲着走。面具怪，就你？怪物猎人，怪物猎人是吧？怎么两枪都没死啊？不应该吧，两枪应该算二十多铲了，他怎么不死啊？怪物猎人是吧？你打了杆上吧？没有打杆上，我都从那个缝隙里打的。啊，要两把枪，要两把枪。